我做一个村官，一个大学生，我应该用我的知识，用我的能力来帮助他们。哪里困难我就到去哪里，保定完成任务。住到哪里，都把文旦和黄云带到哪里。退伍不退社，退役不退职。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出点工作，受到人民的认可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。一代一代传承坚守，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。2021年8月，一位老人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，他就是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李焕英。此时他已经整整100岁了，直到今天，李焕英老人依然为自己年轻时的抉择感到骄傲。1950年，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任教的李焕英，被推荐到刚成立不久的世界卫生组织，成为了那里的首批官员。这一年，他29岁，风华正茂。在世卫组织工作的7年时间里，李焕英先后深入到印度尼西亚、缅甸等国家，为防治性病和雅思病的蔓延做出了积极努力，他的工作也受到世卫组织的高度认可。可李焕英的内心却始终有着一个解不开的结。联合国再好，的待遇再多，但是人不是靠金钱生活的，人的归属很重要。我的归属是我一个国家，你有了国家，我在哪儿工作，国家认可了我，才能站稳脚跟。随后，李焕英婉言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续签5年合同的邀请，瞒着家人，只身一人绕到伦敦、巴黎，几经周折，从莫斯科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祖国。我应该回正当其时，要把我最好的年代奉献给祖国。回国后，李焕英积极参与国内卫生事业发展，将自己美好的青春献给了这片热土。1970年，李焕英在江苏省一所乡村医院里遇到了一位病人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一种特殊的疾病，一个小女孩面部轻微塌陷，一只眼睛失明，另一只根本闭不上，脚部溃烂。据说这就是传闻中的麻风病，一种与人类相伴了至少3000年的古老疾病。长期以来，患了这种病的人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。新中国成立时，全国还有很多人遭受着麻风病的折磨。1978年3月，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正式落成，57岁的李焕英主动申请调入研究所工作。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麻风病这个世界医学难题。世界卫生组要送我出去考察多少年，多少几个月。到了缅甸来，还是有麻风现场流行的地方，都用了联合化疗，都能做到成功。我就取了这个经。1983年春天，李焕英来到了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，这是个连当地人都不愿靠近的地方。这一年他已经62岁，为了让病人重获信心，李焕英拿自己做实验。病人家的水他仰头就喝，病人试探着同他握手，他热情地拉着久久不松开。为判断病情，他甚至俯身去摸病人鞋里有没有沙粒。你看这个底是在皱的，这个硌的这个地方不好，这也没有骨髓炎。你现在没有没有，这个这里不疼是吧？不疼。我每年去，如果你治不好，我再给你，我再找新药。经过不断努力，肆虐多年的麻风病在李焕英和其他医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
成为了可控可治的疾病。已经他可吐了，买了21年立交车才把他吐里面拔出来啊。他的赞美最我感动，最触动了，然后我的心灵触动了，我才会感觉我达到我要做的目的，我达到了我人生目的。2016年9月，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，95岁高龄的李焕英获得了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。随后，他向党组织递交了一封入党申请书。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的李焕英，觉得此时才有资格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。他说：“我回国不后悔，我做麻风一辈子也不后悔。但是如果不入党，我可能不后悔。”他当时是说，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，我看到了党和国家是真真切切的在为老百姓办实事、谋幸福。去世后，身上如果不能覆盖上一面鲜红的党旗，那我会很遗憾。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。2016年12月，作为一名预备党员，李焕英面对着党旗庄严宣誓。因为李教授平时不讲穿戴的，都是很朴素的，但是那一天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喜庆的节日，就自己围上了一条那个唯一的一条红围巾，特别的喜庆。很自由，很随便，我早上就苹果牛奶。李焕英一生未婚，对生活要求也极其简单，他把所有的爱奉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，他将青春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，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，战胜了一种疾病，留下一段温暖人心的故事。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出点工作，能够受到人民的认可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，我又觉得我此生活得值得。我做一个村官，一个大学生，我应该用我的知识、用的能力来帮助他们。哪里困难，我就到去哪里，保定完成任务。住到哪里，都把文旦和黄鱼带到哪里。退伍不退社，退役不退职。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出点工作，受到人民的认可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。一代一代传承坚守，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。其中书记在就山西考察一下，他们讲叫小木耳大产呢，我们就是小西瓜大产呢，我叫一种决心信心，我们为自己打气，为自己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我们竹根那苗。这个给乡亲们打气的人叫杨宁，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垂乡江门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。江门村地处广西第三高峰元宝山山路，这里昼夜温差大，种出的泉水西瓜因为品质好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，是江门村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。然而十多年前，杨宁刚到这里工作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杨宁是土生土长的苗族女孩，从小就渴望走出大山的她，从广西大学毕业后却选择了回到家乡江门村，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。就是想通过村官可以更好地考上公务员。后边呢来了2年，然后呢发现呢我们这边的苗包太贫穷了。2010年，村里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多元，很多年轻人选择了去外地打工，只剩下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
而杨宁这个山窝里飞出去的金凤凰竟然飞回来了。村民们都认为他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，早晚还是会离开。要我那个形象一出现，这真的是村干部，就像阿姨这样笑，有些阿姨还会调侃，就是说啊，他是去锻炼的，下基层的，以后会提拔的。杨宁刚到村里不久，就赶上有关部门为当地符合条件的老人申请低保，因为老人们大多不识字，腿脚又不方便，杨宁就主动上门替他们一个个去填写申请表。杨宁没想到的是，他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却被大伙记在了心里。村民都特别淳朴，你帮了他填这个表，他记得很久。就比如说你下到那个屯，他老远他看见你了，他都会就会给你加个黄瓜呀，塞你手上啊，或者给个炸好的玉米啊、红薯啊。杨宁开始想着怎么样回报大家，当他看到村民们的经济收入还比较低的时候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们是害怕贫穷的，他们想也想富有，也想脱离贫困，就没有一个带动的人，他们不懂怎么去做。我做一个村官，一个大学生，我应该用我的知识、用的能力来帮助他们一把。怎样才能带领着乡亲们脱贫致富呢？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产业，杨宁自费去广东、海南等省份进行考察，并且贷款尝试了很多种植项目，但没想到白忙活了一场，几个项目均以失败告终。2014年，杨宁决定从最熟悉的行业入手。经过考察，杨宁认为辣椒种植操作简单，而且家家户户都需要，应该是个不错的致富项目。他便说服在柳州工作的同学，两人一起流转了村里50多亩丢荒的土地，尝试种植高山辣椒。当时就想把这先做成了，村民就回来了，就不会荒这个田了。然而那一年雨天较多，雨后烈日暴晒，地里的辣椒苗开始一片片长斑腐烂，甚至连专门请来的农业技术人员都束手无策。最后杨宁和同学每人都亏损了10多万元钱。白白投入了这些钱啊，心里面也是会有难过，也有些不服气。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没能让杨宁放弃，反而让他更加理性的思考。2017年，杨宁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带领乡亲们致富的路子。他发现江门村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高山水稻，同时还可以通过在稻田里养鱼和鸭子再增加一笔收入。我都发现一个阿嫂家里面有种紫色糯米，哎，我第一次见，然后告诉我这是我们苗族人的一个品种，是叫紫黑香糯，这个价格还卖得挺好。我这次我就学聪明一点了，我就去了解市场，哎，这市场这个价格还真的挺好，然后这个还供不应求。然而他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可，没有人相信杨宁这次能成功。大家觉得你都种什么都种不好，这个到底能不能行呢？我说你们不用投入一点的，不用投入鱼苗啊、鸭苗啊、稻谷啊，这些我都全部给你们准备，你们就放心种就好了。杨宁的承诺打消了乡亲们的疑虑，全村63户村民共种植了120多亩紫黑香糯米。然而大伙并不知道，为了筹集这笔资金，杨宁偷偷卖掉了家人为他准备的婚房。这虽然说没有对象，没有对象，那准备的呀，就是县城至少买了一套房子，然后我把这个婚房给卖了，卖了以后我才跟家里面讲。这次杨宁没有让大家失望，秋天到了，水稻迎来了大丰收，每亩地收入增加了2倍。不光这鱼得卖了，鸭子也得卖了，这个稻米还得这个收入了。所以大家这信心就起来了，就那年我们然后就带领这个贫困户就脱贫了。
一就姑娘家家他的又头脑，因为怪他又头脑，我他又文化。之后，杨宁还带领着大家种起了泉水西瓜、高山蔬菜等特色产品，组织村里的妇女成立了苗阿嫂种养专业合作社，每亩地收益从不足1000元提升到了近4000元。在杨宁的带领下，昔日的江门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2020年，江门村整村脱贫，杨宁也因此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。看到家乡越来越好，这几年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了江门村，他们也希望能像杨宁一样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。杨书记就是我们青年人的榜样，所以就想着回来跟他一起干，为乡村发展，为乡村振兴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十多年的真诚付出，杨宁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和信赖，而他也越来越离不开这块土地。他拒绝了很多去城市工作的机会，选择了继续坚守。村民的一个淳朴、善良还有勤劳，鼓舞我，给我力量，更想留在农村，带领他们去把江门村建设得更加的美好。这是他们的选择，忠诚无悔，不负韶华。他们行走在高山大川之间，治病救人；他们扎根深山黄土，扶贫助困；他们用赤诚和初心，诠释新时代女性的别样人生。